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咧，我是综艺圈阿圈妹。好，大家好，台湾最近去报道一年四季，马个时节都有当好食的果子做得食咯。哎，你平常时可能一天的时间做得什么个啊？做得是土的啊，还个哈寒天的时间呀，哈亚洲时间做得什么个喏？甘梅啊、柳丁啊，一条果子就会亚洲时期青葱要的果子了。故说今日节目当中，我要来同大家来小结，新来人台湾嘅柳丁吼，做得有按到物嘅品种咯。谢谢今日来分享，今日节目地都有请到嘅来宾，先来分享，你泰沃小农果园的头家娘吼，分享玉梅姐分享。嗨，电视面前的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哈，我系泰沃江滨农园的叫个帮农啦，所以啊，有很多时间就专去老阿老公天数。啊，冯阳玉梅姐来到节目当中哈，同等于相当热情的感觉。韩国说下来，迄个讲讲嘅妹嘅，韩国同阿群妹硬有共用嘅名哟。冯阳梦群，咩系阿群妹好？冯阳梦群呐，梦群。大家好，我是孟坤，跟阿琴妹琼勇。嘿，琼勇吼，人家名的都一只狮群吼，群所以群当 TPR 自己讲很特别。故说今日有请到两位来到节目当中，就哎，请也着同大家来分享了。谈讲也着吼，来六样的时间啊，对冬宴的蔬菜过来，请问人家过宴代替的是滴嘛个蔬菜？我的果园哈，是做信中园冠希珍，嘿，那个新的利哈方向。其实我的萝卜是到48号，我的个果园哈是离成都5分钟左右，安样样啦。嘿，个也又和工作又和病记起了掉哈，所以种一片差不多要3甲人。哇，3甲人的天吼，你要关心要这蔬菜，太家庭吼，太关心要这蔬菜好山好水哦。故说每位来总是当好诶，也得农作物。今日我来同大家分享，伢个果园地图啊，总会按到嘛个农作物啦。青岛呢，最主要的哈，也有俩你最有名的香丁，香丁，嘿，也多台湾哈，还是个多的哈，还蛮有青岛的安样的品种。真挺好，因为俺台湾就大概就是柳丁啊，某就进口的香吉士啊，大概对呀香丁英雄某嘛该有料的，俺是完全无谈过呢。哎呀，你喺讲的哈60年前哈，俺。家管啦哈，总统梁先生，佮当睿智哈，佮去日本了，其实看到两样，我安好食嘞，叫个柳丁哦，你台湾就唔是食到，有啲嘞像鸡蛋丁样诶，鸡蛋丁，做咧同大家来看一下，拿一下呀，就会安尼香丁好吗？差像两样诶哈，嘿，你要纹路哦。哦，嘿呢，所以为讲个柳丁无两样个纹路。对，一般那柳丁全部就会光滑的表面。一般哦，他当然看那都，哎呦，两个皮冻破，其实两唔爱两皮破个天天。嘿，也越冻不越好食。越冻越好食。因为两张头皮哈，张开始生散。嘿。哈，所以按常常看到讲个哈，它无爱香。哦。多苞米啦哈，冻个差不多它慢点长也还冻。差不多一礼拜，那个味道风味全部出来，像你呢，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真甜哦！嘿，我跟人客哈买转去哈，标爱木都香，他说我都不舍得吃啊哈，吃哪里标都不按皮香样的哎呀。哦，有，还有呀树枝干的呀，按那当当的呀在皮呀，就吃到有一种清香，因为大家这种柑麦类、柑橘类的呀的果皮呀，都会有一些的这个橘子的精油，是柑橘类的精油。要皮起来真见冻香嘞，冻香哈，老弹弹咩？老普通的姜的柳丁的米完全无香样，嘿，有弹弹的清香。错，古时候也出黑，人家就冬少年中哦，上黑人家就剃油的呀，香丁的部分。错，嘿，古时候哈，你啊姜的你哈种这个推广，因为哈，头摆我哋的吃全部是黑种。不能种番茄啦，番茄里面人工十分多，佮含有头白的那个很不健康的，啊泡药水。
嘿，那个保存啊，因为你白铺的这样的碰感较酸，较酸的，故说要空床，空床一早一早要包，无按样人工，后尾牙加工吼，只讲啊，无只来这样的贵重海蛎，哦，海蛎当刺眼呢，去一打死也打动到，一头他打了几下百斤多，但是几年的期间天天。哦，都后背面吼，就全部变潮水啊！潮水才湿唔得啦，湿唔得，跟养鸡食呢，可能要接过肚脐感。哦，肚脐感唔免讲，物个按到按到，姜个头背，姜个陈水扁总统咩送来宾咩，讲乜挡火哇？可能长到挡火，要那接一部分，接个个做唔得，因为挨到哈用就是说我们私药哈，唔免讲。用动到，唔要留普通的人讲讲讲感染的咁样咧，对对对，防范无强嘅，系防范无强嘅。像我用黑手就会用了。擦擦擦，古时候黑唔好管理，黑唔好咁样储存，要把牛奶挤脱，挤脱咁全部中流丁嗰种诶痛感，痛感，五指痛感，嘿。五指同甘，五指同甘金币就无拿来，系嘛？像也香丁啊，也只部分伊面啊，对头发人来讲，伊种就会比较陌生的安尼个果子。总来同大家来讲一下，也只香丁伊太出的时节，系某个时节，做得差，长到某个时节，差唔多十一年哈。你讲我金币运今年是运六年咩？哈，是产期很慢哦。喺平常哈，喺无运年的时节哈，是差唔多十一年开始开始长。Q 啦，十一年。哎，新腊，新腊十一年就开始长，新腊十一年是开始长，长到过年左右。哦，过年前呢，应该讲咩黑笋、黑冬虫，产期也是很长的。有，哎，最先用咸鲜呢，后背再用干呢，再用桂树的长那样啦。最先就用咸鲜一边、两边，再第三边再全桂树的长那样。除了亚哈油棕亚香丁，还有一些的碰感，还有其他碰感，碰感，还有蜜丁啦，这种的蜜丁，蜜丁啊，看起来一枪就同一般的柳丁看起来，我一枪一枪了。也无酸，也无嘛个，是甜甜甜甜啦。甜甜的，但是有一点的凤梨香。凤梨香，因为暗神气呀。是啊是啊，有一点点的啦。对，故说平常时阿 Q 妹。好，做唔得一百次都按多品种的柳丁，今每年好，玉梅姐就很贴心啊，同阿 Q 妹来准备好了四种无穷用的柳丁哈。一开始先选来测清普通的清一般的大家底的这个柳丁，韩国有柳丁汁哈，也系柳丁的部分，好，眼毛拿唔错哈，毛拿唔错，嘿，你太多我会搞唔清楚。好，我先来测柳丁。哦，也是有台湾，亚大时节的柳丁真紧清好食呀！你台湾时的柳丁有上时味，有酸酸的米西呀，也是有冬甜呢。哎呀哈！嘿，再过来试一下柳丁汁。哇，也是有柳丁汁，因为有冻豆跟柳丁打出来，嘿，加个米西。又有一些的酸味，韩国甜味又韩国重的呢。安样啊？嘿，有加糖吗？没，难怪加糖就很好吃了。好，也是柳丁，三合了也是，又有一些的细胞丰富哦。凤肉的这样的蜜丁。哦，凤肉的呀，蜜丁。嘿，凤肉的蜜丁。好好，我来试看啊。加肉很软，很绵。很绵。嘿，好，我来试看啊。肉真的很嫩，嘿，其他姜的它姜的它没有它无炸啦，嘿，它无炸，它的纤维没有这么多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它无纤维。哇，跟人家吃到亚生人的听说懂好吃咯，对，生人不是按甜啦，因为真的太甜了，要做做同的来吃嘞，嘿嘿，冬甜，故说亚黑这个红肉蜜丁的果汁，嘿嘿。有感觉吗？有哎，好好喝哦！哇，冬天片的米西，蜜丁的味道。好，三好来，除了有亚凤肉跟蜜丁，还有这个亚黄肉跟蜜丁。黄肉跟蜜丁，哇，真紧系冬天片黄肉跟蜜丁，加个刚好有讲有凤梨跟米西，系冇？系错错。有一滴滴的哈。因为你好，表外只全部将炸下多点点，嘿。
你刚才知道你个柳丁全部是 Hiller，就会一直要吃很多甜，好好吃哦！韩国又懂多水，因为是甘美类啊，是这样柑橘类的东西，清凉色都无水分呢，对不对？不过你吃哦，应该很甜，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风味。不过刚是讲很无水就唔好食，系哦，营养啊，营养。好，再还有来这个是黄肉蜜丁的果汁，黄肉蜜丁，好好喝哦。我说蜜丁还吃到同柳丁的某 Q 用，就是蜜丁其实真饮就在讲完全没酸味，差对不对？完全没酸味，完全没有酸味的。各位你要种个普通的一个柳丁哈，嘿一落在有滴的甜，但是吃到后会变酸哦。哈，我的香丁嘿一落在有滴的酸，都后会变甜，就是反。哎，反。我就会来说，我会反过来的香丁哦。反过来，再试看看嘿。嗯。刚刚能喷汁啊，真的是一口是要酸味味，它从嘿，一开始都会不会变甜？不过你讲伊酸，其实没什么懂酸，因为像亚柳丁就会大家有不一样的喜好，有些人喜欢偏酸的，有些人喜欢偏甜的。像阿 Q 莫眼，然就会他中意按哪一些的酸鸟酸鸟酸甜酸甜的味道。故说要相定阿 Q 莫眼吃哦，真紧很合我的胃口。谢谢。故说亲米酱来试一下呀，相定的果汁，亚比。亚比真的不是真的没有加糖吗？真的没有，好好喝哦！而且它的香蜜五单枪就黑有这个香丁它本来的味道，不对，不是只有柳丁本来的味道，它其实多了一种特殊的香蜜。颜色亚黑黑就黑香丁的蜜头，黑茶，嘿，特殊的香蜜。原来吼阿 Q 妈从来忙说过亚香丁吼，真紧暗喝，所以其实五单枪按钮亚的香丁很做得做其他的料理哦。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个转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！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大家平常时候同接触到一种饮料，很多嘛个柠檬红茶。不过吼，红茶唔单枪做得配这个柠檬哦，还做得配啊柳丁哦，对不对？梦琪，你这个是把这个我们有看到一个成片，对对，这是哪一种柳丁的成片？两种的香丁。香丁，要有经过嘛，该处理某就老去冰到亚红茶底度。香丁，因为它的那个皮，对，就是他们有一点精油的那种成分，所以其实它的外皮是会有一点苦，所以我们会先去就是用滚水把它煮过。那煮过，因为一次不够，它还是会有点苦味，所以我大概煮了三次，然后煮完三次之后。用糖去给它蜜制，然后放了大概一整个晚上之后，然后让它的香味，因为它煮过之后它会比较香哦，对，然后把香气释放出来之后，有一些果肉又会融在那个就是糖水里面，所以把它加进。就是热热的红茶里面，那个味道就会很香，然后又很好喝。真的，对，我觉得像这种就是上面有精油的要得够字啊，然后可以不用都这个红茶或者是我们的饮料底度，真的是黑莱蜜头就某穷用哎。对，某穷柠檬红茶它的当然它的味道比较明显，但是要。像这个香丁的红茶，我就觉得有一种淡淡的清香。韩国因为刚刚有说有经过糖制嘛，故说给到糖水其实没有这个柳橙的一些香味，所以就等于说你要给红茶黑咖的那种有柳丁味道的糖水，故说给蜜头真饮就变都浓厚哎。对啊，很特别，这是我们的下午茶最佳的选择，然后再搭配下午茶最好的甜点，这个。好可爱哦，呀嘿 ，Kung Yong 是我们的香丁做的吗？对，这也是用香丁做。因为这个上面沾巧克力，现在外面很多人都很喜欢，这种外面一片就可以卖到100块。这么贵哦？对，卖100块，我们其实在家里就可以自己简单动手做，不用花到这么多钱。一样就是把它的外表的苦涩皮的那个味道稍微煮过之后，然后一样就是糖渍，然后之后就去把它风干，然后沾这个
苦巧克力、黑巧克力，因为柳丁它比较甜，它搭配黑巧克力那个味道就是不 很不一样，吃对，然后柳丁的果肉因为就是 QQ 的，对，所以吃起来就是很有滋味。哦，我们从韩国移民来吃的后呀，香丁咬个皮呀，其实有一些的哈普文也里面有那个精油的味道，对，有一点。其实几桶呀巧克力搭配起来后，完全不会那个一点都有一种。相辅相成的味道，故说香丁的皮再加巧克力那种很浓郁的味道，用在咖喱里完全不会吃到味那个，嗯，对不用外面就不用再花钱了，很好吃。但是我觉得咖喱里要做个方法，就东风插泡，有兴趣的乡亲朋友分享一起梦醒哦，请大家来找我，如果想要吃巧克力成片，找我就对了，很厉害。而且其实它这个看起来也是很吸引人的一种这个小点心，很漂亮。下午茶的时候搭配就是红茶柳丁汁，再搭配成片巧克力，我觉得是人生的一个享受，真的好棒哦！又会暗后色嘞，这种香丁吼，古早其实啊，这个香丁做在本太家胃口大开，其实你要得有懂得顾客其实都是有一模一样的感觉，从冇差。嘿，他刚好，因为点米头哈，特别无中央哈，他刚吃到，怎么那么特殊呢？哈，吃落去哈，这边的肉煮骨了，哎，他刚好吃落去哈，卖了哈，他安到原来哈，全部不是走脱，银行冇走脱，赶紧来紧介绍紧到，哎呀呀，哦，刚才吃到西亚香丁，有一种开胃的感觉。嘿，唔系其实你阿得有你哈，有平常时是唔落东西，唔够食了香丁之后就觉得有胃口了。嘿，有按哪个客户的回馈吗？嘿，有，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客户买了那个柳丁之后，他们可能就会介绍给朋友，就是互相。就是来分享，那后来我们就有一个客人，他跟我们反映，他说因为他的家人是癌末病患，他吃很多水果他都吃不下，然后只有吃到我们家的香丁，他觉得哇，怎么会这么的好吃，这么的 juicy， 这么的甜，对，然后他就只吃得下这一样柳丁，所以那个客人当时就一次就一个人就买了五箱就囤在家里，就为了每天都炸柳丁汁给他的那个家人吃。对对，韩国其实哈，其他的咩用哈孔雀的粉色来做呀柳丁，咩青椒不要柳丁用个皮料哦，嘿青红个皮料，通常系用头皮来做皮料，系吗？是啊，佮头佮样个生意呢哈，全部哈东山忙，起不来你去佮样个豆浆店熟佮样个豆渣转来头泡，哎转来哈，哎你只冰都痛的哈，越痛越痛，冰起发酵，还有冰一高，哎冰比发高，发高时间哈，一年真可以吃一次哦，中午的因为几个佮样个那个寒凝。太高哎，那个叫什么？我不太了解。营养素太高，营养素太高，吃一百就高，吃多的吃一百就拉。哎，姑姑说一年只爱标一百，南腔有标呀，跳跑哦。韩国中出暗后，暗后的香丁、柳丁呀的农作物、农产品以外呀，其实伢的还有中南爱种咩黑洞孔天的哦，苦茶油，对，苦茶树，嘿，茶树，因为伢个茶树哈，头摆是专门种黄芪的，嘿，黄芪的，黄芪的咩黑用杂花杂籽，哦，因为黑药中药的一种啊，种黄芪的做防风林呐。防风坡、防风林，因为哎，你先做个救光风，挡地害呀、挡胎呀。古时候一下风来的时间，你个干咩都全部会被打到，会爸爸唔好看。古时候旁边全部所有的边边角角，哎，种防风林。种防风林，头摆是讲种这样的黄芪的哈。后来吃到个种哈木人。没有人收，没有人收购哈，没有人收购。跟我哈，我哥哥又专门做茶油的啊，我讲啊，我这安利的专门这样的安利之类种油茶树好嘞。哈，你讲去搞咩做得食哈，也做得你讲要多哈，也做得分享本他家。哎呀。古时候全部是贵重苦茶苦茶树啦。今年就会苦茶油啊，吼，其实有做同多种的产品哦，比如讲像呀茶菇。
苦茶油做的茶菇，70%鲜。只讲今年呢是现做，你用磨刀，因为俺自家做咩磨刀哈。只讲自家做的这样的用哈，如何用？只讲当健康，有过敏性的呀、慢性的哈，只它唔会刺激性呐。对，嘿其实茶油有同多应用，没有人讲哈，吃茶油，吃就是茶油做的来保养我们的胃，从冇。是。像呀有两种的冇常用的茶油，即系同大家小记呀两个冇常用甜奶片冇，因为可能色啦，咩有一些冇常用，也有一啲咧黄色、咖啡色安尼色，哎呀，就有一些咧强橄榄绿的感觉。对啊哈，橄榄绿的跟种哈是仿效我们橄榄油的这样的哈，就是冷压初榨，冷压初榨，冷压初榨就是。是料料的温度是炸锅天天，但是它这个哈，就是说拿来擦皮肤，或是沾面包啊，或是干什么，这个可以直接喝，哎，直接喝，哎，这样子哈，会比较没有破坏那个叶绿素，哎，没有破坏叶绿素那些，这个是低温。低温差不多五分熟，五分熟，这差不多一样哈。低温它香，有的人爱按样的哈，伊讲按样它有。米头哈好，米头还有呀，哎呀，苦茶油跟米头好，比种讲像哦，搅面线呐，还咪就用呀，有米头哎。像早餐他搞好，你还按忙碌的社会哈，哎，用面线哈，是按用通通的哈，各位茶油倒落去，搅得位客家香葱油哈，我表面滴嘞，你无香菜呀做的，无干个呀做的，表面滴滴的蚝油。哦，是叫叫哎，哦，那个比什么外面的那个早餐还更好。韩公批起了，还有一种，因为是反台湾跟米托，因为要苦茶油经过一点点的温度，因为韩看熊，韩看有米托哦。古时候，家头因为做很多按空间的东西哈，所以家头跟农村跟林业黑马跟安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这个转来哟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分享大家又真的福气来嘞！加下大家看到阿 Q 妹夹的面线还蛮色，错冇啊？也就是二十本大家看的哦。哦，大家就看下阿 Q 妹说呀，用茶油夹的呀面线，错冇，冻香哦。最主要要加冻健康。嗯，嘿，是的哈，我婆婆哈。十几度四了哈，度度一百四，今年度度一百四。第一零一哈，二十台三罐茶油，好好吃哦。他每一天早上哈，一放下起来哈，其实用面线，给麦盖子抹一搅，是搅面线老茶油，这两种。就按来听听。是按样听听。真嘅，因为是咧冻健康冻好。嘿，像阿舅们爱啊爱，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胃常常会胃不舒服。爸爸那要轻喝，那个哈就是空腹喝哈，空腹喝，哎，空腹喝，早上起来空腹喝，半个小时之内。莫吃东西，莫吃东西。懂懂你按你讲，就会可以。不过是对油耗哦，加肉公就是对油耗，加肉公专门爱应酬，爱吃酒呀。但我按你讲，莫吃酒，那唔好，那唔好，该唔知道用。治本没有办法，就用治标，所以他用很忌用吃茶油。就按你先让我们自己的胃做一个保护膜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保护膜，对，很差。故事我们南昌做的搅面线，其实很多的拿来做。鸡汤哦，哎，鸡汤当简单呢。用的做诶啊？我用哈，我个出枪来冷锅，哈，冷锅落这样的茶油，哈，茶油放落去，个锅个要成冷冷的时间，正好开火哈，开火茶油先放落去，放落去姜麻皮煸。啊。嘿，我辣辣的锅个放落去，哎呀，会破坏。对，会破坏我们的油。会破坏加个茶油的这样呢。冷锅煸姜麻。哎，冷锅煸姜麻。嘿，煸好的时间。鸡怎拿来煸煸煸的？哦，鸡没有煸，有眼看到一只鸡蛋糕，有些长长，有点黄黄的，有没有？嘿，我拿来，我都拿来煸过，嘿，煸过时间，将拿来用提水来煮鸡酒，没做的。
煮鸡汤、鸡酒，煮鸡酒很好吃咯。嘿，很好。但是有上次有的人可能会姜茶油、茶油、茶油跟米汤，有一些人不会姜，要完全不会油呢。不会哈，嘿。哦，这么这样。新鲜的啦，新鲜的茶油切对不会油嘛，跟米汤。啊，原来是安尼。莫变到本地出油饺哦，搿是做唔得嘞，嘿。好，古早天师几条前的乡亲朋友，大家会谈清楚哦。假使讲食到一茶油，吼有油饺，现可能就不用哈久诶。其实的茶油其实是像淡淡的，该吃安好食啊，淡淡的清香跟蜜桃甜甜。嘿，爱搭配煮饭哈，煮饭的时间哈，你就滴两滴哦，哎，茶油落去，这两滴就好啊哈，你滴两滴到。哎，甜饭的时间哈，松松当好甜。啊，韩国的饭粒蛋糕啊，有无有安尼咸咸、亮亮的感觉？看起来就当好食，食起来就当健康。诶，当健康的东西啦。哦，韩国唔单像安尼，他家有想到讲，其实茶油还做得有其他料理的变化吗？我们请孟群同大家来了解一下。因为苦茶油它其实是个很好的东西。嗯。很多人常常是用那个橄榄油，对。可是橄榄油它是西方的，那我们东方也有。七油哎。对啊，阿里七咖全部有俩苦茶油，嗯，对身体嘛挺好。嗯，那只想讲，嘿，那类煮菜啊，或是说凉拌，都很适合、嗯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凉拌、这个料理很简单，因为它就是配色上面也漂亮，就拿。芹菜、红萝卜，然后跟黑木耳，对，绿色、红色、黑色，对，然后直接用茶油的方式加一点蒜头，加一点辣椒，加一点盐跟糖，然后凉拌混合，然后大概可能放个一两个小时，那入味之后就可以吃，就做得深了。对，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就很爽口，对，很棒的这个凉拌菜。对，但像安南银行 TPA 熊豆贡，真的拿来做意大利面。对，因为意大利面一般正常都是用橄榄油，对，那我是想说那种都是用橄榄油，对，他们都用橄榄油。那如果换成苦茶油，它会有一种。淡淡的苦茶香味、哦、然后又对身体很健康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哎，那就拿番茄啊、洋葱、大蒜、然后炒一炒，然后把它加番茄酱变成就是有意大利肉酱的那种风味、哦、拿来做这个意大利面。哇，古时候太加宽厚，嗯，像梦晴这样子，就天数不卡来上到呀，苦茶油做得有按到料理的变化，同太加来分享哦。古时候也吃到，你也得跟农场种的东西，韩国做出来的产品，其实都是健康的观念。韩国人家农场的名字，咩 ETP， 所以人家个名的系唔系同人家农场的经营的观念有关系？你还讲到泰沃哈，泰沃系。喺牙甲馆头摆哈，我都是这样诶，买几条几只鹅诶啦，哈，几只鹅诶，差不多三十有差不多一两十角吧，哈，一两十角是贵鹅诶咩？哈，贵鹅诶，只动态诶，这样诶，面积动态，诶，面积动态。古时候他家只讲泰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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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样嘅啦，泰沃泰沃，泰沃泰沃，记住，哎，梦前就想到，哎，泰沃泰沃，那我们也可以一字面来想讲出来，我说很好听呢，哎，就是很回沃的土地，也是叫泰沃嘛，哈，哎，是安阳安阳来的啦，嗯，原来是安尼，就是很有物卡嘅历史嘅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想说每次阿丽终于。关系啊，阿你俩下台推杯嘛，阿你平凉，阿你会转去，爸爸妈妈就会讲，阿你转台湾，台湾，哦，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翻成国语就是台湾，台湾，有一点像大屋，大屋子，一家人住在大屋子。台湾的那种音有一点听起来是像这样，对，所以就直接把布卡给弄成很多这个泰沃，对，泰沃，然后又再加上因为泰这个字，它是比较属于生态啊，就是联想到一些树，然后一些绿色的那种感觉，
所以就想说啊，用泰这个字很 OK， 然后用沃的话就是肥沃的沃，希望就是我爸爸妈妈种的那个土地种的一些水果都能够很肥沃，每年都可以盛产，卖到好价钱。对，其实你看像孟晴吉安后生吼，刚刚咪有讲到你平常时系在台北，不过一下咪转到乌卡天数乌卡来做一行小嘅部分，一开始你有冇讲想要回到乌卡天数乌卡来做一行小？因为你跳跳白哦，该总该溜丁，摸马面摸马面地，啊，你总爱暗红色，暗红色的东西摸摸面地，啊，你只想讲，我想说很可惜，对对，就想说如果在网络上面，就是建立我们一个粉丝团，然后透过一些网络的行销方式，不能抬价地，啊，你我开有两种的东西，然后这都又是这么。天然又是这么好的东西，不是说是化学什么合成之类的，这就是天然的水果。对，然后不能抬价地斗，然后就来跟我们买，然后又可以再帮助我们小农。对，因为那里小农马猫也不是说很多，因为都是长辈，他们不知道说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呀的哈。他们地该用手机啊，还有网络 FB， 这个都要靠我们年轻人来帮忙。所以当初就想说成立这个泰沃这个品牌，然后建立这个粉丝团，然后当时有透过一些网络的行销方式，然后让大家多了解这个品牌之后，他才会知道说我们家有种哪些东西，然后味道是怎么样。对，其实你应该有看过懂得咩嘿创业新主啊，关系 Tiki 也着很多小农。其实小农去甲面对呀，行销部分尤其他讲，其实小农对伊呀农产品嘅品质全部就懂要求，因为可能咩嘿其他着去甲爱食咧，不过其他着爱买，却有懂得嘅困难。就像你去甲看到，也是你去甲读到嘅，有按到嘛嘅困难。我们就是在除了长辈他们都不懂行销这一块，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只知道种，然后不知道卖，然后连沟通都不是很懂，所以变成我们需要去跟就是客人去沟通，然后靠人传人的方式，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帮助家里做这个销售这一块，也想过说。除了帮助我们家，我也是想要帮助客家人、客家小农。我们不只可以做这样子的销售，我们也可以就是假设我们在关西这个地区有其他的客家小农，包含说我们家自己亲戚他们有种其他水果，我们都希望说可以分享给大家。不过这个都真的要透过网络的方式。古时候可能也是未来，希望做的串联，唔讲是乌卡亲戚朋友，也是讲菜地共用的关系，共用的新竹个也着小农，希望做的老爷品质良好跟农产品。本台个来人生，俺想夫妻来见面嘅，要当欢喜又抢到两位来到节目当中，同大家来分享。暗好嘅东西。古时候没想来抢，梦晴同大家来讲一下，假使讲乡亲朋友，天时机条前的乡亲朋友，想爱同也着听聊天啊，也是相关的上面。你太搞做等用的了，请到我。只要现在在网络上面就是打泰沃，或是打关西泰沃，因为泰就是生态的泰，然后肥沃的沃，就可以马上搜寻到我们的粉丝团。对对，然后就可以，因为上面就会有电话或是说留讯息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。哇，古时候今天真运动欢喜吼，认识到品质安好的呀，柳丁，韩国还认识的这个香丁同蜜丁，按神奇按 T P 的品种，还是到安好是按孔天的呀茶油吼。今天谢谢玉梅姐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，也谢谢梦晴来到节目当中，沈梦亮 V 同大家来分享哦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没什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速可以休息一下，等下。天天运动欣赏，听好了，听同一下哦。